我一个小份的牛肉砂锅。没事，大事。那三十里多少牛肉啊？三十里多少牛肉？三十里呀！那你给我看看。我没。俩手都烫了。看一下，你看看。我多。6年了。这家牛肉砂锅的牛肉块大，炖得很烂，汤中的胡椒味让汤显辛辣。30块钱的小份儿，两个人也不一定能够吃得了。